台东即卖有拜的诶较近的案例，而且管政府有呐当地即个疫区做裁剪，啊，所有住伫遐的民众讲要去市区的诊所甲大病院看医生，毋是互人拒绝，就是互人赶。啊，民众人讲受到歧视，即卖卫生局是表示，依法诊所甲病院拢袂当共拒绝。台东县卫生局礼拜二九继续伫初乐关山地上安排快筛，提供甲确诊者脚底小塔记录的民众来快筛。也毋过，即马传出伫疫情前区民众礼拜快筛完，要到市区看病，煞好诊所拒绝要求到病院就医，到病院急诊室，阁予医生大声喊，要求到户外看诊，予疫情前区的民众感觉好歧视。啊，我就告诉他说我是出入人。他就把健保卡还给我，叫我说去医院看好了，所以我才会到急诊室那里挂。后来医生就叫我的名字，我就站起来，他就很大声的跟我讲说：“你站在那里不要动就好了。”旁边的人都一直看我，我就觉得说这位出入人又不是我们的错。台东县卫生局表示，依照医疗法甲传染病防治法规定，医疗院所袂当无顾拒绝疫情流行地区病人前往就医，也毋过同意医疗院所的转诊能力建议病人转。其实医师这边的话是不可以说拒绝，好来做一些医疗的服务。如果他真的是拒绝的话，是可以处10000块以上50000块以下的罚款。台东县卫生局强调，疫情期间可能医疗院所甲民众拢较紧张，会阁请医疗院所做好医病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